台上的意外无法避让，但舞台外的口水战就可以选择避开了。杜文泽的东西我不回应了。早前杜文泽发表影后说，令容祖儿大动肝火。随后容祖儿接受访问时指，如今与杜文泽的关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没想到此话又引来了杜文泽的一句，观众之情浓如酒。这一来一回似乎火药味很浓啊。我真的觉得差不多一个礼拜了，我还在讲的话，我都会觉得有点闷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